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。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，甚至突破红线，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，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这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，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。以美谋独注定徒劳，以武谋独死路一条。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绝不答应，绝不手软。